发兴美股牛熊证赞助 A Stocks 轮证神射手已经圆满结束，金银铜牌三大神射手都顺利诞生。睇下三位得奖者点样四个星期赚十倍。今次比赛多谢发兴同埋 A Stocks 赞助啦，而我自己咧就比较都 OK 嘅，因为本身就冇遇到会攞冠军嘅，即系攞第一名啦。因为一开头就比较。想住上咗榜先嘅，咁去到頭50名之後就覺得，自己有少少機會啦，就可能比較會留意排名高嘅對手，而作出相應嘅策略，係啦。咁你覺得今次如果係一個輪證比賽嘅時候咧，喺個策略上，你同可能玩一啲正股嘅比賽嘅話，你覺得可能嗰個分別喺邊咧個策略？個分別。就係、如果就算可能你望住排名比較高嘅對手嘅時候，可能你會睇到佢嘅買賣，即係因為你本身就15分鐘會更新一次啊嘛。咁你可能見到佢睇好嘅買牛證嘅，咁如果我想爬佢頭嘅或者超越佢嘅話，我都會買紅咯。即係即使個市係好嘅，你都會買紅，因為如果你跟住佢買，你都唔會超越佢。我覺得呢、這個比賽 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機會俾我哋啦，可以喺呢個模擬用模擬嘅資金就可以令到我哋學習到投資點樣可以賺到錢咁樣咯。好啊，咁但係如果講到策略啦，其實你覺得今次係你用咗啲咩絕招令到你攞到呢個亞軍呢？因為可能本身一開始嘅時候個比賽啦，咁見到佢就大約大市見底咁樣，咁就。揀咗一啲最近行使價同埋嘅牛熊啦，咁我就買曬牛證嘅，係啦，咁就可以令到個槓桿攞得最大，咁就獲得最大嘅升幅咁。係啦，咁首先都好多謝 A Stock 同埋發興舉辦今次嘅投資比賽啦。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啦，可以俾我喺一個冇乜心理壓力之下咧，咁就去執行自己個投資嘅操作啦。咁我覺得嗰、那個都依、這個比賽都非常之好玩啦。因為個牛熊證啊，嗰兩個槓桿都好大啦。咁啊嗰、那個資產個變動都好可以好好犀利咯。咁所以就係啦。係啦，咁會唔會話你其實有啲乜嘢心得咧？即係覺得可以令到你今次攞到呢個季軍咧？咁我覺得最緊要係睇清楚市場嗰個大方向啦。咁就唔好俾短期嗰個市場個氣氛個去影響到自己個投資個決定。更多精彩陸續有嚟，想掌握最新嘅動向，記得緊貼 A Stocks Facebook、IG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Yeah.